在现代社会，整容成了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，越来越多女子都朝着同一个模子印刻出来。一位15岁的女孩前不久去韩国整了容，立马变了一个模样。女孩是一个富二代，每天有着大把大把的零花钱。小女孩十分羡慕明星姣好的面容，于是拿着自己的零花钱去了韩国。回来的时候连父母都不认识了。女孩的脸上削了多次骨，将下巴整尖了，将眼睛整大了，就连鼻子也整高了，十足一个蛇精脸。可女孩十分喜欢自己现在的模样。15岁本是一个发育的阶段，女孩却将自己的胸整大了很多，就连屁股女孩也整翘了很多。不得不说，女孩是全身大改变啊。一个15岁的女孩思想不仅成熟，还很前卫。很多人看见女孩的样子，完全不能将她与15岁的女孩联系起来。照片中的女孩特别成熟，像极了一个20多岁人。女孩不仅经常秀自己的照片，还经常炫富，这样的行为在朋友圈是人尽皆知。不过整容是有风险的，也有很多的后遗症。女孩还怎么想，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和未来。不过小女孩整容之前的照片看起来也是蛮可爱的，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让自己遭这个罪。